大角星群体讯息，拥抱灵性进化。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尽管表面上往往显示出情况并非如此。长期持有的对与错、好与坏的概念，以及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人为制定的正确规则，正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中和思想中受到质疑。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被预言、被祈祷、被渴望了几千年的时代。为了参与地球的扬升过程，你们选择并被允许在这个强有力的时期留在地球上。但由于地球的三维能量是如此稠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并开始与地球的三维信念体系对齐。扬升过程正在发生，但即使是一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也继续持有扬升显化出来或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概念。来自其他星球的存有将会到来，拯救我们，并改变一切。世界上的事件正在证明扬升过程还没有开始，等等。放下你们可能仍然拥有的关于扬升过程的任何概念，所有概念。主要基于第三维度的层面，来解读事物的人类心智无法完全理解扬升过程，也无法理解伴随扬升的高共振能量是如何影响每件事物和每一个人的。反映先前意识状态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变得不那么重要，并开始自动消失，将光能添加到地球的集体意识中。许多不愿意或无法接受新思想和改变的人正在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应该为毁灭世界负责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重要的是要明白，好的人性并不比坏的人性更真实，因为两者都是灵性实相的物质概念。那些在灵性方面准备好了，但坚决拒绝接受除了他们已经相信的实相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人，往往必须通过身体、情感或心智上的唤醒来艰难地学习他们准备好去学习的东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灵性赋能并开始独立思考，许多普遍持有的信念在今年中将受到质疑。扬升过程是一个实相，不管它是否为人所知、所信或被人抵制。第三维度是一个非常高的维度阶梯的最低阶，即使大多数人认为人类意识是智力和智慧的缩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对人们真实本性的无知，人类变得越来越受困于密度之中。他们相信生活并继续从被二元性、分离和两种力量的信念所污染的意识状态中创造他们的外部世界。所有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生命，是神或神圣意识或源头的生命，假装是权益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的游戏都结束了。它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越来越多的灵魂厌倦了玩这个游戏。痛苦、苦难、匮乏、限制等等从来都不是实相，只是看起来如此罢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人在数百世中通过创造个人编程和一种除了可以看到、听到、尝到、触摸到和闻到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的集体意识而拥有的经历。永远不要怀疑你们是神圣的存有，你们都体现了神圣意识的圆满，无论表象或情况显示出的是其他何种情况。不要试图通过有限的三维知识来理解一切，因为有限的人类思维无法与无限对齐并理解无限。神圣意识是，一直都是，并将无限地继续表达并揭示其自身。但那些选择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噪音和外界干扰中的人，无法听到一直从内心流出的平稳的、细微的声音，因此认为那声音并不存在。你们，也只有你们可以选择灵性进化，因为你们有自由意志。
一个人可以玩三维游戏，并把很多生时浪费在这上面。他们可以选择以鬼魂的身份生活一段时间，或者甚至拒绝化身去体验他们所需的地球课程。然而，高共振能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倾泻到地球上，以至于那些不利用这些高共振能量的人将发现自己留在了旧能量中。造物主意识是每个人的意识，因为只有一个意识。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允许他们个性化的神圣意识充满了分离、二元性和两种力量的信念，这允许这些信念的物质形态向外显化，让人相信他们是外部力量的受害者。世界已经准备好超越这些信念所创造的束缚，但是抛却熟悉的事物既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因为这些旧的能量是已知的，而大多数人害怕未知。尽量不要过度沉迷于关于战争和苦难的新闻和图像，要对此保持警惕。要记住，灵性实相是每一个表象的基础。旧世界意识正在崩溃，其死亡之痛往往正在表现为具有破坏性的、痛苦的情况。永远不要忘记，每个人都带着他和他的指导灵，在出生前就已经达成的关于进一步学习和灵性成长所必须的经验的协议来化身。当大大小小的情况出现时，做你们被指引去做的事情，同时要始终认识到每个人的神性。一个微笑，一句友善的话语，提供需要的支持，倾听他人的诉说，抚摸一只孤独的狗，始终承认每个人的眼中闪耀着的神圣之光，不管他们的意识状态如何，这些都是光之工作，也是你们来做的事情。即使是最简单的活动，如果带着灵性觉知去做，也会增加地球集体的光能，并且实际上可以提升或疗愈他人，如果他人接受的话。无论你们把能量给予什么，它都会得以助长并继续下去。每一场针对毒品、癌症或疾病的战斗，针对这个或那个的战争，都只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并为这个问题增添能量，使它在集体中保持活跃和良好的状态。作为灵性觉醒的人，你们的工作是活在你们最高水平的真理中。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会得到更多。这并不意味着把头埋在沙子里，大喊神是一切，而是意味着重新诠释表象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紧张而艰难的时期，因为长期持有的看似无辜的观念和信念开始崩溃，但旧的观念和信念必须消失，才能使这些事物的更高和更真实的形态得以显现。世界正处于分娩的过程中，分娩的阵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不是每个人在灵性上都准备好去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和世界上的事情。当被问及时，请提供坦诚的实录的指导，但不要由于认为你们正在拯救他人而试图去告知、改变或强迫他人接受你们的知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导灵和高我，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态存在于他们的进化道路上。暗自默默地承认每个人的神圣本质，然后去做你们自己的事情。那些准备好接受真理或真相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吸引到你们身边，那通常是你们最没期望他会对真理或真相感兴趣的人。安于实相，如是而不是错。此外，要相信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们是大脚心人群体。